喺呢個武林群英會咧，就係、是、基於一個我哋好細個已經聽過一啲故事嘅，因為當時我未出世啦嚇，講緊1950幾年嘅，頭先兩位師傅都講過啦，就係五陳比武嚇。咁澳門有分別有幾位藝術家咧，都可能因應呢個主題做過啲作品嘅，好似我手頭上呢、這個啊廖文祥先生啦，佢西畫係油畫方面啦，咁同埋啊李德勝最近喺啊報紙裏邊咧都出咗一幅畫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國畫嘅形式，都係。描述緊呢件事，文創咧就係因應當時好多歷史啊，好多故事咧，可以運用呢啲故事咧去做一啲主題。其實好多產品、好多作品咧，都係佢冇乜特別嘅生命嘅。Until 咧，我哋俾一啲真實嘅故事俾佢，從嗰個真實嘅故事裏邊咧，我哋又描述得有聲有色，咁啲文創咪有人要咯。